三二一套 OK 兄弟们，套索是真的方便呀，看到没有，直接把它拉过来了，这样的话我们运输村民特别的简单。我给村民建造了一个小屋啊，这个小屋的主要目标是让他们繁殖，虽然说现在一个方盒子不太好看，哎，但是后期我们会给他建一个特别漂亮的家，先把它放在这边，然后呢我们再搞一只。这边有个傻子，不行，傻子肯定是不行的啊，我们找一个正常的村民。看一下这个村庄里边的村民不多啊，所以说必须要繁殖一下，这个就可以来。哎，来，好，又一只，这一只呢我们从上边给它放进去。哎，我怎么听到了僵尸的声音，完了，里边刷怪了。哎，快快快，把它干掉。哎呦，我的村民还在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好，我们从上边给它拉进去，下去吧你。OK， 那么现在两个村民已就位，但是让村民繁殖呢还需要一个条件，那就是需要有床，不过我们先插下火把啊，刷怪就完了。床的话我们直接来村庄里边撸一些就够了啊，撸个四五个。好的，我们把床放在这个小屋里边，一共有五张床，再来两个，然后呢这个村民就可以正常繁殖了。 OK， 再来给他们喂点面包，24个够了，全部都丢给他们，快吃快吃。好，我们在这边等待他生孩子。哎，冒爱心了兄弟们。哦，我在家里边他们可能不好意思啊，我一出去他们就冒爱心了，赶紧生吧，还等什么呢。哎，啊，为什么不能生呀？哎呀，我明白了，可能是这个空间太小了，两格高好像是不能生孩子的，我们把它加高为三格高。家里面的小麦多的是啊，咱们再来做一些面包。来来来，吃饭了，这次应该没有问题啊，繁殖的条件全部都有，看一下能不能生吧，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快点，快快快。哎呦，真墨迹啊，我真服了，快，哎，有了。好兄弟们，那我们这个村民繁殖的一个小屋也搞定了啊，现在我们不装修，等村民多一点咱们把这个屋子好好的装修一下。那现在的话咱们就要回去了，我们回去给这个装备附一下魔，打完梦游龙之后我们有58级，我觉得搞一身的极品装备应该差不多了吧。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头盔、剑还有镐子全部都已经附魔了，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做一把剑，做一个头盔。镐子的话我们家里边是有一把没有附魔的，先来一个头盔，再来搞一把钻石剑。好了，我们上去附魔，极品的属性我来了，58级，话说应该够了吧。不过这个高级附魔台用的经验还是挺多的，先附头盔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头盔有一个保护4，所以说保护就不需要附了啊。我们附一下这个耐久吧，耐久3，水下呼吸3，水下速决，爆炸保护的话不能共存啊，所以说爆炸保护我们就不要了。18级好贵呀，不过没关系啊，点了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两个头盔合二为一，它就是一个极品的头盔，只差一个经验修。来看一下胸甲，保护4，耐久3，荆棘3，24级。哎呦，这经验不够了，我只剩下16级了，这应该付不了了吧。看一下，不够不够兄弟们，这完了，打了末影龙接近60级的经验居然只付了2件装备，真黑呀这个高级附魔台。得了吧，不够富了兄弟们，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建造一个经验塔吧，做一个小黑塔，咱们刷一些经验，后期还需要很多用经验的地方，我觉得最起码需要100多级，所以说必须要做一个经验塔啊。先把这两个头盔合二为一，看一下24级 OK， 好了，头盔有了。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在家附近探索一下吧，毕竟我们现在有了鞘翅对不对，不过烟花火箭有点少，家里边只剩下了2个火药，可以做3个烟花火箭。好了，我们先在家的附近探索一下，又看到了一个热气球啊兄弟们，这个东西物资是特别丰富的啊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上边可能是有钻石的，我们直接上去降落。哎，这没关系，我们搭上去。啊，这什么都没有，完了，这个热气球骗我，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热气球特别好，里边是有很多钻石的，这个没有，那就算了吧。这边有一个祭祀的仪式啊，咱们过去看一下，这上边是有个箱子的，我记得啊，看起来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好，降落，这边还有毛驴，这也不行呀，一堆破烂，把金力还有铁力拿下，其他东西，哎不对，腐肉我们也需要拿下啊，这个腐肉是可以驯服这个巨蜥的。哦，又发现了一个天空之城，这个天空之岛上面是有个房子的，而且这个房子还有这个炊烟，
难道说这上边有人居住吗？过去看一下啊，兄弟们。哇，这个太有感觉了，图书管理员，火焰保护四。哇，这上边住着一个村民，他是一个科学家。进房子里边看一下，箱子、纸还有书可以带一下。这边还有个箱子，附魔书，时运二，带上吧。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有时运三了，但是带一本多多益善，把这个书架也撸点，讲台就不要了。这边有梯子，还可以上去。好，上边是他的卧室，又一本附魔书，还行啊，我们就收下吧。铁针也带回去。这边我好像看到了金块，兄弟们，是吧？我没有眼花，是金块，可以。别的不说啊，先把这个金块撸走。哦，下边还藏着箱子。啊啊，这藏着这么隐秘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东西，太垃圾了。这是一个地牢吗？看一下，没有门，那咱们直接挖进去。哦，有些矿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啊，挖掉。哎，岩浆，完了，我的矿全掉进去了。这箱子里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啊，金子可以带一下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兄弟们，没有什么好东西，那就咱们走吧，回家，咱们准备去建造一个建塔。